这些都是老弱妇孺，也算是温室余孽吧。眼下当务之急是重修藏书，重修家训。又怎能得自我不顾他人说，为此守卫寂寞，为云烟过眼都可怕。要他眼里心里的我，绝无可能再有一个。 有道说此生所求，不过凡云浮云厮守，求若不得执念悬心，眉头紧锁。有道说来生多求，为云寒颤，战马参透。梦未醒，就此我爱着半生。一直没有告诉我什么是爱。 所求不过凡云，不惧死守。求若不得执念悬心，眉头紧锁。最后一块阴影藏在何处？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好学生。梦未醒，就此我爱着。杨殿外，你的心意，亲手策划的一出戏。 我也不知道，为梦把运气都赶跑，要我没得多他魂魄，一直在他心里闪烁。对不起，谢谢。有道说此生所求，你也不用向我探明此事，是他引我进入眼前，想必也定有他的道理。求若不得，要这样真刀实枪的杀一场，眉头紧锁。有道说来世若求，为云寒颤，战马参透。
为心就自我爱，付出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到底是怎么认出的？婚姻失礼吧。唯一，你知道我丈夫吗？子虚，千万要小心，一切情为何你查？唯一，既然所长，可以为你掩饰一下。好奇怪啊，喜欢兔子？你唱给我听的那首歌，到底叫什么名字呀？修轨道书房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魏婴说错了。